漳州没有吃到的，现在回厦门来吃了。包场呀！对，这个红豆圆饼加香芋加西米，汤是好了。哇，谢谢谢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料子，这咱炖是啥？我本来要给你，没事，你拿那个，我要先吃口芋泥，这个看起来太扎实。不错，西米也不错。嗯，我觉得冰本身还是那家好吃。冰这个冰怎么样？嗯。有小丸子，嗯，芋泥吗？芋圆吧。对，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个，但是我嘴说出来又是另一个。这个芋圆也好软。嗯，吃了吗？这个芋泥是很有扎实，对，而且很有颗粒感的那种。嗯，这还小丸子挺多。嗯。冰凉的点盘吗？可以。它不会化透了？不会。它这个牛奶冰比较清淡。嗯。嗯。那是好吃的。我恨北京没有这么好吃的薄饼。瀑布家我觉得应该再去一次。我上次吃的时候有点着急了，而且那天人有点太多了，就是有点没好好感受到。你我反正是被他炎炎夏日了，穿着羽绒服现在在这吃冰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嗯，西米好吃，因为有这个大豆粉在，有一种在吃主食的扎实。刚才好像吃了一个紫色的小圆子，再吃白色。但是这个冰刚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甜度不够吗？但吃多了你就会觉得它这个甜度是正好的。嗯，对，吃的时候刚开始好淡。嗯，真羡慕。你说人这儿走两步就一冰店，走两步就一冰店。哟哟，那人这儿吃冰的季节长。也是，咱那走两步是啥 ？Lucky， 你别太惨了，不好走。嗯，这个是板凳吗？这个是不是板凳呢？老板，这个是不是？老板在哪里？刚付过钱。刚付好了。一包一包。对对对。边走边吃的是。老板，我有一个在这吃的。哇，你懂那种不易，你懂为了他的不容易。嗯，芋头沙茶，沙茶，哎，不知道辣酱芥末酱吧？啊？嗯。哇，真蹲手。嗯。芥末。嗯。没什么芋头味儿。嗯，像是米玉米饭那种感觉。嗯、里边有馅儿吗？有一点。你别说，那蘸着这个芥末，有一种很神奇的味道，就是完全跳脱出芋泥的领域了。
咱这块吃的所有芋头里面最没有芋头味的。嗯，这个馅儿我也吃不出是什么。笋有，哦呦，香吗？是吧，一下直通天灵盖。那还有排队他们家的那个肉粽，这个形式咱吃了那个泉州了，是不是有马蹄？有吧，我现在尝的这一块应该是芋头。很不习惯这种咸口的。嗯，那倒好。哎，那它还有糯米饭包什么来的，里头加了一些芋头粒儿的。嗯，但是还挺黏黏糯糯的，就是那种芋头大包子。三、嗯，哎呦，这是做什么的？把这点酱都裹上了，一会儿。吧，这口不像是吃甜品的店。你进吧。哇哦。这个是这个。可以发信息给我吧。好嘞，谢谢。来，请。外面的小草不能吃吧？不能吧，我还是吃到了这小草。这小草很难避免的。我第一次见甜品给这么大勺，是我自己拿的，没有别的勺。你就开始吃饭去了。对，是把洱海保护起来。小草，嗯，就如果勺小一点会更好。很不稀奇的吧，就是很纯的味道，就是咸蛋黄和芋泥，没有什么别的。你要成菇啊，很馋啊，我操！干嘛都没吃小草啊？小草是有点影响着我了。对呀、啊。啥时候拿这些去的？你把他们一气儿都捋下来，对，三百多个，跟他吃。现在就在吃饼了，上次看还在吃。后面他不是又来一次香吗？我觉得他的点就在于，所有的味道都是能想象得到的，没有什么特殊的，但是你又不会因为、一些特殊的味道感到不适，就是这种正常的好吃。他总比你期待半天芋泥最后是那个大米饭强的，说的就是商家。你先说吧。但是这个。咸蛋黄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那咸蛋黄是不是就是上面点的那几点？没有没有，这底下有芋泥跟咸蛋黄，每每他们搭在一起，我就有一种吃月饼的感觉。回头看一眼别人家的叉子是什么样。他们两个等了一个小时，吃了五分钟。天，今天这个没想到今天这个冻。他们家的这个整个沙坡尾今天都有点失控的样子。最开始其实会有期待一些整个这个咸蛋黄流沙的镜头，但是没有想到它在另一边。好好喝，我这个也不错。Lucky 完了 ，Lucky 以后没有出路了。别太假了。我这已经是少冰少糖了，这个味道就像是梅子糖，对，然后把它做成了饮品。这是一个通病。
帅吗？本子是非卖品。我真的会羡慕在这里上学的人。哎，海东角，然后再要一个芋泥的车轮饼，再一个车轮饼。嗯。好嘞。哦，这个拿车轮饼哦。好。好嘞。你们几位？后面有三位。滴滴。要发包。吃到哪儿去了？哦，这个也是个网红，它有一种很扎实的那种蛋糕味儿，就是孜然的味道。它也跟我概念里的车轮饼不大一样，它饼皮没有车轮饼那么甜。这是什么？它饼皮的那个味道很素净。我感觉他们的菜都很大，太扎实了。这个就一斤半了。哇！我来了，我叫过来。叫过来。来这边。手机去。手机要去。嗯。手机要去。什么味道？太好吃了。嗯。很。不甜，而且感觉很醇厚。啊，远比车轮饼好吃。是吗？嗯。我第一口全是蛋糕，没吃到那个。嗯。一块儿吃一下，把奶冻和芋泥。等会儿啊。嗯。不甜哎。对，所以好吃。嗯。而且这个奶冻比我想象的要扎实的感觉。嗯，我觉得这确实比车轮饼好吃。对，主要这个奶冻的味道很经典，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奶冻。嗯，很扎实的一块。虽然只吃了一小块，但感觉吃饱。对。那个评价很两极，不要告诉我，我不想听。我坚持了，它就是好吃的。我们就要这个芋泥香酥鸭，没有了，其他的都不要了。嗯、你好，你叫做1111-1。啊，几位？两位。要什么？要一个芋泥香酥鸭，没了。嗯，太油了，我也觉得，剩的油的感觉。
道哎。其实还挺好吃的。它中间这个鸭子像什么鸭子的呗？嗯，蘸了甜面酱的烤鸭，但是更甜一些。我觉得甜不是鸭子甜，是芋泥这个甜。鸭子也是甜的吗？我觉得还挺香的。嗯，我觉得还挺香的，但是吃多肯定会腻。对，我刚开始以为里边是包着一层鸭肉，就那种叠着的芋泥和鸭肉，结果是散的。你不能拍鸭肉不算太多，但是在中间有一点给了一点鸭子的那个味道。嗯，整体还是那个芋泥的那个味道。闻着有鸭味，但是吃的感觉还是芋泥更什么？芋泥更多，但我觉得鸭味还行吧。是一种真的会有一点想烤鸭，对，是那种嗯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有一点甜，嗯，有一点腻，但是好吃，我觉得还是好吃的。可能前提是不能像。就像我们俩这样只点的这么一道菜。我的情况下，这样一箱是20还是24？好嘞，谢谢，慢走。